大家好，这里是修音的阿黄，我是给片头配音的阿黄。汪汪汪汪汪。53，如果喜欢阿黄超过喜欢修音，求如何才能更修音更？他说二少了，少了个二。哦，超喜欢。没有办法，答案是没有办法。当然是说人话。54，自拍为什么要戴个绿帽子呢？你是色盲吗？因为更有力量呀。我明明戴的是黄帽子嘛。那个帽子不是我的本体。55楼过。56楼，5块钱阿黄卖给我吧，看他中暑了。好呀。哇哇哇哇！1551151，我没有中暑，我是一个健壮的竹鼠。你看了什么电影吗？没有，我看过了。57楼，会化妆吗？不会，他荒废。好的，我会 pass。别化鸡老妆。58楼，你看我画画就知道了，化妆也化不出什么东西的了。哦，也是。58楼，不修一机可以包养我吗？几拉黑？嘤嘤嘤，可哈哈哈。59楼，你为什么这么好看？见15楼。15楼是什么？15楼是我也不想啊，明明可以靠才华吃饭，是那个吗？好好，下一次这个应该带入那首歌，你为什么这么可爱，等等等等。61，你为什么这么好看，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自己号了，你要学会自己问问题。好的。62号，修一，你养的那些爬里边哪只最好吃？都差不多好吃。吃过吗？所以没有没有。正经 UP 主，我吃荧光大蝎子，补肾又补心，日产1800，妙妙妙！订购热线998998，只要998。好的，63题，修一为啥不爱笑？因为我是一个高冷的网红。因为他是一个面瘫，他是一个面瘫。他可以面无表情的连说60多则笑话，然后自己不笑。假的吧，你应该可以的，虽然没见过。64题，修一啥时候一起画画啊？随时，等你有空随时找。65，好的，马上一个 call。 你好奇你的年龄。100岁。听到了吗？从300岁到5岁到100多岁。66，姐姐，你养过最贵的蜥蜴是什么？都很便宜。都很便宜，因为是蜥蜴。不是，是因为穷啊。好的。67，为啥总戴这顶小黄帽？因为它黄。对，因为它黄。68，修一小姐姐，你为什么这么好看？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，所以现在由阿黄来官方念。因为长得好看，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偏偏要靠才华。这是官方回答。好的，下一题。你好棒棒啊。六，我是智能弹幕机。69，想知道修一机名字背后的故事。是一个人名。71，阿黄呢？阿黄在这里。好的，72。阿黄和修一是不是百合？不是，我们搞基。搞的 g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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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y。好的，74，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？叫一个傻屌朋友。我不是那个傻屌朋友。比如说阿黄。啊，我死了。好的。75题，那么怎么样才能求到修一机呢？求到修一机，长得比我好看就行了。好的。不存在的。好的，下一题。76，修一吃虫子吗？偶尔吃。那你会不会把自己养的吃掉呢？
不费。好的。77，秀一能接受寄宿宅的男友吗？不能，女友可以。寄宿宅是指什么寄宿宅？不知道啊。打游戏的寄宿宅吗？太了吧，过。78，阿黄喜欢吃啥？阿黄，你喜欢吃啥？我喜欢吃甜食，我还喜欢吃菜。我不喜欢吃肉。菜是什么？哦。菜啊。哦。绿色的菜是吧？对，是很神奇，我不喜欢吃肉。神奇，我真的不喜欢吃哦。哦，不是，不对，明明很喜欢吃肉嘛。肉吗？对啊，肉。是吗？哦，那个、吃肉是为了变强。说真的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肉，就是特别大量的那种，偶尔会特别想吃。我说的是那个肉啊。哪个肉？哦哦。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那我喜欢吃肉，先全都剪掉了，什么傻讲笑声，不能剪啦。79，你能从我手上抢走豪孙吗？不能，我放弃。妈妈太骚了，没办法。那个是 EMM 吗？对啊，他叫我想 EMM。 我想 EMM。 EMM， 所以叫他鹅妈妈。哦，懂了。我妈妈 EMM， 恶魔妈妈美面膜密密麻麻摸摸咪咪沙沙。80，这是直接女装吗？是啊。废话。81，我可以做你男朋友吗？来吧爸。来吧。82，那个读不出来哇，那个信号，那是说话被禁了。那是哦，就是被和谐了吗？哦，我知道那个是怎么了，我来填词。来，这个应该是他喵。他喵怎么这么多跟我抢老婆的大猪蹄子，说你还爱不爱我？爱你哟。希望我填的词对的。还是路过吧。83，路过被翻牌了。好的。84，我可以叫你修一滴吗？可以，如果可以我就叫你修一。我操，我又被和谐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为什么都被和谐了？不知道。太可怕了。85，蜘蛛和阿房你选谁？都要。大人。好的。不是，小孩才做选择。大人全都要。霸道总裁修一机。86，有只完整的天然蜻蜓标本要吗？不要。这个不用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87，什么时候娶了小阿房？大阿房。放过他吧，他还是个小学生呢、啊。哎，我有个同学叫阿绿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吗？阿蓝、阿紫、阿红，七彩战队。你不是葫芦娃吗？爷爷。88，所以修一头上戴的是阿黄吗？不是。好的，86，89，什么时候会固定更新时间呀？不固定，除非做全职老婆。好的，大家都明白了。91，请问为什么要用绿沙坦和青绿赛琴联合治疗高血压？这道题你们自己看吧，比较专业。估计你们看了也不会。笑傻了。快速的读一遍。第三排的确定还有互补的药理机理，所以想说想说想跟到药理中央，所以在治疗中想见到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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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这里是5倍速过，这个剪掉吧。92，为什么要用修一啊？为什么叫修一？叫什么好？叫一修。咯叽，阿姨洗铁路。93，修一好好看啊。问为什么不怕虫子，是真的喜欢虫子吗？假的，其实我特别怕虫子，为了攻克自己的恐惧，所以养了很多虫子，你信吗？
信啊。为什么你不徒手抓虫子呢？我徒手抓过虫子呀。好的好的，我信啊，过又来了。94，修一多大了？按照之前的规律现在应该已经200岁了。好，过。不对，已经300岁了。这是一个周期对吗？对啊。好的。95，有男朋友吗？不要拉黑。已拉黑。96，儿歌天才阿黄什么时候出道？你想什么时候出道呀，阿黄？我是数学小天才出道的。97，有没有能在屋子里散养抓蟑螂还不会咬人的爬虫成仙吗？还有高脚，这个还挺多的呀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就可以，那不小心踩到怎么办？他跑得很快的，不会踩到的。他就自己在那里住吗？对啊，他会在墙壁上趴着，很大只的。哦，不会咬人是吧？嗯。我操！哇，好炫酷啊！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。你看的话就不会觉得很炫酷了。散养哎、欸，散养是不是感觉像那种苗族一样？啊？那种？你是不是想多了？就是那种吹逼逼，然后他就过来那种逼逼逼，让我吹一首，真的痒，叫他一声他会过来这样子吗？这样子让我就想叫他过来的时候拿起我的小笛子，然后逼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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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逼，然后他就过来了。上啊，皮卡丘。想太多了。然后98，修一头顶的帽子是不是阿黄本体？是啊，帽子吧。帽子是什么？对啊，是帽子。阿黄的本体是什么呀？阿黄本体是大黄狗。哦，100楼，不能问点有意义的问题吗？问三维，拉黑，还五环嘞，拉黑了。哒哒哒哒，三维，你比四维少一维。这个不是五环吗？嗯，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。102楼，中二金鱼接见。拉黑。103楼，请问在和谁拍拖？寄给。真的，这种拍拖，这种听起来像广东话。对啊，对啊。拍拖。就是广东人才会说拍拖吧。对呀，香港人也会。这是我马子，这种。这是我马子。对，这是我马子，这是我条仔。我条仔，他全村最靓条仔。好了，没有仔，就是仔在北方的话，是不是儿子的意思？嗯，对啊，对啊。你有见过我的儿子吗？女儿，丢失妻子。儿子、女儿三个，妻子，鹅蛋脸、柳叶眉、麻花辫，身着白色布衣。那种三轮车。在说什么失物招领吗？哦，不是，寻人启事吗？对，寻人启事啊。然后，105，干过最坏的事情是什么？这个不能说，我怕被抓进去。失恋失恋。好的，106，最后一个了。做过最大的标本是啥呀？蜘蛛吧。做过最大的标本是啥呀？哦蜘蛛。我接下来还要做一个那个，但是不能剧透。好的，感觉我一激动起来说话越来越不准。好了，没有了。热评第一条、竟然是一道数学题。啊，你会吗？我会啊，要不我在上面留个言，写个答案吧。好啊，真的吗？算了吧，没有了。还有别的要录吗？念完了，念了多久啊？你有什么问题呢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最后一个阿黄提问。最后一个阿黄提问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一夜暴富啊？嗯。做梦的时候吧。啊，嚎啕大哭啊！做梦的时候就一夜暴富，然后醒来就没有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什么问题，想不到。
我们的 Y 计划，我们的 Y 计划什么时候启动啊？ Y 计划什么？就是那个啊，你懂的、啊，毁灭地球吗？哎呀，不小心说错了。哎呀，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啊！哎呀，什么时候启动 Y 计划？但是，好了，我懂了，这就是心灵的力量，可以了。好的，心有灵犀。所以说这期视频做来干什么？就是做来水啊，水一期视频嘛。关于秀一的五十个问题，就这样子吗？对。好的，好水哦。没有水啊，你不觉得我已经爆料了很多了吗？有吗？对啊。好的，一点都没有觉得，我觉得我普通的聊天没什么区别，我聊个天信息量都比这个大。真的吗？假的。打游戏吗？好啊，现在吗？现在吗？你不是要画画吗？不画啦，画完了。好的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我要去打游戏啦。好傻屌哦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求好评。等等，没有，现在是那个哪个长按点赞了、啊、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长按点赞即可获得数字三连，我们明年再见。明年再见了吗？我明年再见。会被取关的吧。你可以下期再见，我明年再见。好的，下期再见。为什么你明年再见啊？因为我要过年。哦，那我不过年。你过年不用考试吗？哦，好的。Okay。